大家好，我是桃姐。你有没有觉得我非常负责呢？因为我已经快回台湾了，可是我还是不断在逛街，就是要把这些都逛完。你看我这边是一个叫做 PetSmart， 它就是卖所有跟宠物有关的东西。 Joanne 我上次介绍过，就是手工啊、编织啊。然后在那边有一家叫做 Ross， R-O-S-S， 你看得到吗？蓝色那边，它就是一些，他说 dress for less， 所以意思就是过季品啊，或是它有一些小小瑕疵的，比如说沐浴用品啊，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化妆品，其实都是可以在那边找到蛮平价的。我在犹豫要不要逛宠物，因为我怕宠物一买就买不完。你看好可爱的狗狗。我要去买一个叫冰岛线的东西，我想要做包包跟做椅垫。现在大家都有点 crossover， 就是像它也有一些文具了，有看到吗？一些壁纸啊、贴纸，你看，哇，这好好看哦！莫名其妙又想买了。你看一些这么多的贴纸，也不便宜啦。你看这样贴纸也是5块，算便宜吗？台湾有这么多选择吗？不知道。你看是不是很好看？而且现在大打折。打7折哦，真的是很茫然，要怎么找东西？你自己看，这样要怎么找东西？很恐怖吧？我要找的不是一般的毛线，冰岛线比较不会，就是像这种宽宽的啊，我觉得好好看，可以织毯子。你看，很好看的颜色，一整面墙都8.99一大捆，8.99。冰岛线到底在哪里齁？它不是一般的毛线。对啊，你看这一球才8.99，好好看。然后它其实有卖像这样子的 Buffalo Snow， 你可以拿来当雪花。然后我万圣节有看到有人拿来当蜘蛛丝，就是拉开来弄在你家的院子栏杆上啊，或者是树上，就还蛮多。你看它光是南瓜还有黑南瓜，有看到吗？在这边南瓜。为什么明明毛线那么多，我却要找一个很难找的冰岛线呢？你看人家毛线多漂亮，6.49，要近看，这配色很好看哦，都很好看，我觉得其实拿来织毛线帽也很好看，有没有？心情都好了，很糖果的感觉吧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却要找一个找不到的冰岛线，是不是一种叫做跌倒呢？跌倒如我怎么样都不能空手而返，所以呢，我还是买了2捆毛线。就是因为豆豆最近在织毛帽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不如给他一点工作，就是可以给我一顶绿帽子。然后我觉得美国最恐怖的就是呢，他们在等待的这条道上，就是要结账的，会卖很多的折价品，什么都有，包括像一些美妆品、露营可以玩的牌，然后软糖。然后可以缝在衣服上的，你看什么都有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要死我各位，糖狗那么都有看到吗？这个牌子其实蛮好吃的 ，Airhead 就是糖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是一些日用品。好了，我就是给搞的来逛逛，买完一点点毛线了，然后没买到我的冰岛线，就是一直要做那个包包，没办法。那为了大家呢，我现在去 Ross Dress for Less， 就是一种过季的概念，然后是应该是新品啦，然后里面也是会有一些不完整的化妆品，或者是其实都是好的东西，并没有烂掉，那但是就是它会卖的比较便宜。哦，还有首饰，我忘了讲。你看有一些链子什么的，像这个就8.99，这个是9.99。哦，包包，比如这个卡文克莱的多少钱？198块。那这个看起来像皮雕的，89.99。就是也是有一些像 CK 的皮包，49.99。啊，鞋子有没有看到很多？这边就是可以捡一些便宜，就是你有时候不用穿到太贵，像你太子也是有 Nike 啊，啊这件就16.99，差不多就500块台币吧。这
的皮衣多少钱呢？21.99，非常的便宜。皮衣还有很多保养品在这边，然后一些你洗澡啊、美容啊用得到的用具，头巾啊，像这个就很可爱吧。SPA 做 SPA 的时候你可以，这多少钱？3.49，差不多120左右。很多东西可以选就对了，它就是这样陈列的琳琅满目，也没有不能用，但是它就是不会陈列的很漂亮。哎，这是泡澡球，这样子3.99，美妆蛋10颗，10.99，300块。也有各种美妆蛋，这种3颗4.99，这样。你看它这个就是平价商场，就是你自己要来淘货就对了，非常的大。这边也有泳装、运动服、毛衣、各种皮衣。我们看一下二楼有什么。二楼应该就是男生的各种裤子啊、外套啊，就可以来这边捡便宜。就是你不追求当季，这一双29.99，比较中性，就是也可以来这里选男生的手提袋啊什么的。如果你出国就是突然少了一个袋子，那你也可以来这里买。哎，一个才19.99。也是有很多玩具、婴儿用品，就可以省钱哦。因为有时候婴儿袜子这4.99/双嘛，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其实这样子养也是可以的。你看多少玩具就可以来这边捡便宜，这不一定要是最新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些还是可以玩啊。哦，这边还有卖一些家庭的可以摆的画啊什么的，然后这是宠物用品，睡觉的垫子啊、毯子啊，什么都有，很多，而且就是便宜。像这个玩具也可以给狗玩，这个可爱吗？这个是3.99，就差不多4块钱。所以 Ross 不是只有 dress， 这家算是很大的。我之前看的大概都是衣服鞋子比较多，还有美妆用品，就没想到这边这么大，然后冬天毯子各种。Target 为什么我们喜欢 Lilian？ 好玩呢。一开始我们来美国玩就跑去 Target， 然后最大的大概都2层楼，然后应该就是超过上万平吗面积，然后什么都有。大概你最爱逛的是什么？以前是玩具。对，小时候你很喜欢去里面找玩具，他们玩具也蛮多的。然后、哦、还有球员卡，球员卡比较便宜，对不对？它是一盒一盒卖才，我记得多少，3块还5块美金，没有那么便宜。反正就是比台湾一张一张卖便宜很多，对不对？我偶尔会逛他的衣服，就是捡一捡啊，寻宝挖宝啊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可能会有一些便宜好看。像我不是穿出了 LV 的气场吗？其实就是一套运动服。你说姐姐，我应该是气场强大吧？一点，你说我这套衣服，刚刚那位阿伯说很像 LV 的，那你知道在哪买的吗？就是非常平价的那个超市嘛，但他认为我可是穿出了 LV 的质感哦。然后还有什么食物，还有小饰品，还有鞋子没在那里买过，在裤子、衣服、内裤、袜子，还有挖过什么你很喜欢的？耳机。哦，耳机啊，还有韩团的专辑。不能在 Target 买，太贵了。所以要去韩国城的唱片行买。去台湾的城西门町最便宜。真的、哦、结果是台湾的西门町最便宜，没有韩国应该更便宜。我们今天也要跟小车车 say goodbye， 所以现在天空下起了雨，有没有很浪漫？好的，小车车最后带我们去 Target 吧， go。 他们通常都有很大的停车场，然后像这个有2层楼的购物平面，那楼上楼下都可以停，一看就知道圣诞节要到了。嘿，你好，是不是一进来就找到一顶帽子，非常喜欢。其实他们有些东西我觉得还不错，很多啦，很多衣服，很多什么的，到处都是。然后那种大夹子、小夹子，好可爱哦！你看它这个小夹子，而且这样多少钱呢？让我们来揭晓，14块，也就是在400-500可以买那么多副哎。啊，这感觉也要买呢。啊，还有那种莫兰迪色。是否应该买呢？各位，这帽子我很喜欢。你觉得买好了？其实呢，他们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美妆品牌在这里，这是专门卖睫毛的，跟睫毛相关。你看这么大一根，有看到吗？
然后也是有一些护肤啊、护发啊，像这种抹身体的，还有那种磨砂的，都还蛮好用的。你看，整个就是这样，很多选择。化妆品在这里也很多，你不要看它是好像比较小的牌子，其实里面有很多单品，你上网找，他们都是非常推荐的。你看它这个刷就非常好 ，One and One 这种算是斧头吧，因为它是斜斜的，但它不是只是怎么说，不是那么硬的，所以你可以画一些眼影的眼尾，这什么都有，有看到吗？好大一盘呢，要买吗 ？One and Wild 找到了我的女儿，怎么样？还差什么东西都补好了吗？哇，这还可以发现你的皮肤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我刚看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。叫做这个，就是一整组这样子，然后我女儿就直接跟我说，不要再买了，我行李箱是真的放不下了，拜拜咯，因为我要回台湾咯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加完油了，非常谢谢豆豆姐姐。我们现在要去我们最爱的叫什么超市？Target 超市，就是一个红圈圈中间一个红点，很像什么 Target。像对 Target 一个吧，哈哈哈哈，日本国旗 ，Let's go。